是不是什么新创？根据边镜头来关心，没是六草混化炉混化粪扫了后，所产生的非非稳定化物，原本都是运送到位置的水上乡的六草水上区域粪扫掩埋场来掩埋。但是地方环保会造成环境污染。对五月初九开始，一直到今嘛，我搁再好非非稳定化物运送入去掩埋场。现在正百包的这个非非稳定化物，拢放伫咧六草的混化炉坑底。现在机关的要求。要赶紧和当地的居民来沟通。嘉义县环保局长甲小平讲，绿草水上区域粪扫掩埋场，为民国92年起已经改为培护掩埋场。培护经过处理了后，会稳定化物，依法属于一般废弃物。该掩埋场容量35万吨，大约还佫有一半的空间会当使用。环保局为主管机关，掩埋场若是暂时无使用的时，会当进行复育；若是有需要堆置掩埋，有缘会当依法进场。不然呢，我们去有部分保育商资源。小明表示，掩埋场会当使用地面顶面3公尺，培护稳定化物以及通过溶出试验，下面并铺设有白透水布保护，会定期进行检验。绿草焚化炉伫6月2日起回收，近期焚化的粪扫量较少，厂内的空地大约会当暂时堆置培护稳定化物到6月底，之后再选择日期运送到掩埋场掩埋。新闻，朱来新，嘉义县采访报道。